啊。来，转身下水，小文，转身下水。好，佩玲姐姐，转身，转身下水，转身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我啊，所以没有啊，你要先试水，这是温的啊，来帮他稍微扶而已。看这里。踢踢腿，踢踢水。你看臭脸纹，今天佩玲姐姐出动，没有啊，没有在哭啊。佩玲姐姐在那里，那来拍拍水，拍拍水，请照着动作，拍拍水，那就哎，这么多人。这个是可以下水的，我忘了带，我本来要拿 GoPro 来。哦，泼泼水。浪完了。哦，你看很开心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上来了。刚刚不怕水。你化的妆是那个会防水的吗？你化的妆会防水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弄到了。啊，没用的东西。脚脚打开，对，让他躺在你的对对对，你看，踢踢嘴，夹嘴，怎么了？夹腿啊！哦，踢踢水，踢踢水啊，踢踢水，他很会，给他自己踢。啊，踢踢水。喂，那你不是会踢吗？你不要踢水啊！啊，踢水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他可能又突然想到，踢水，自己踢。预备，开始，踢水。擦擦脸，刷刷脸。换老师踢水了。换老师踢水了，你快点。好不好玩？老师踢水好不好玩？你自己踢水。踢水，朱小文。踢水。应该是要把我看。好，踢水，好，对啊，对，捧高一点，哎，好，踢水，好，去那边，小心哦，嗯，不会，到这里呀，1.5公尺，哇，今天有姐姐在耶，好，踢水。真的很臭脸，好了没？你好了没？
枪。很好，来放个之前呢，要跟他们打个招呼。啊，打招呼啦。电视里了，电视里还有镜头，对。乖乖，怎么了？是为了……啊，游过来。等一下。哇、哦，你认识的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怎么会这个脸都说好玩呢、啊？对，好摇摇，好不好？摇摇，摇摇。
是小文，上面在哪里？然后你站旁，你站你手不用去扶他，你数到五再去找他就好。要找他是推他的还是？对对对，三。哇，你好棒啊！对，就是。不知道在叫什么，什么都会。谁？啊，游回去，游回去。三。等下他自己可以浮上来。你等一下就让他确定他手抓得到就好了，稍微撑，帮他撑一下就好。嗯，好好，这样子。去哦，啊，自己去抓哦，一二三，撞墙，他是扣给他哦，二三，来一，小文。是小文，来一、二、三，自己喊一、二，喂，二、三、二、三，老爸，对，就这样。踩得到吗？你要压它，来把它压到踩地。好啦，你要喊一二三。真的。
下巴转起来，然后转起来，自己走下去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走久一点，你要久一点让他摸，哎，再一次。麻烦他的脸对镜头好吗？你往、哦、你从后面啊，对，好，再一次。有，好棒棒，好棒棒。好，这里溜滑梯，溜滑梯。好，六，好到下巴站起来。哎、你扶着让他走掉了、哎。好，游过来，一、二。你要给他指令，一、二、三，你不是直接把他拖下去？啊、这边哦，这边要游，也是一样要游过来。好，哦，好棒棒，好棒棒。好，螃蟹爬，螃蟹爬。来，爸爸这里。这件和那个咪咪的有一件蓝色的好像哦，对啊，就是我们去普吉岛他穿的那一件啊，一样的颜色，这种宝蓝色吗？藏蓝色，藏青色。但是你的比较多变化，对啊，好，自己爬。坐，不是，他、啊、坐的，还有溜滑梯，这溜滑梯，啊，溜滑梯，站起来，
好，站站，脚踩得到就站，站着走。好，给他自己站，嘿，然后一只手帮他稍微扶一下就好。好，给他坐着跳水哦。1、2、3。不是，让他自己跳，让他自己跳。对。对，他可以自己做的、他还不会踢水啊。请问姐姐大不大？姐姐是不是大妹？姐姐大不大？哦，有逼他。但你是我要上下打量我哎。对啊，还有有。在这里，1、2、3，坐坐，好，1、2、3，往前，2、3，下来，按掉，喂，2、3，下来啊。你还看不到点，看不到点。哇，再见。对。天哪！我应该会被报社会局吗？小文，下课，拜拜。拜拜。